9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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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能翻吗？翻不了，翻不了。B 大直接连跳要抢前点，这边子豪手里还是道具啊，这个闪身有看到一颗雷，怎么说？我操，十五个没了，哎，我操，子豪反秒，直接又秒了，我操，今天干嘛？对，就秒了。而且这边是同步没有能打成啊，对，不得不说子豪这个火星灵在 B 点的这个啊八比七，这个威慑力还是有的。对，仅剩罗浩一个，直接收下来没问题，连续追分。嗯，突然间伊斯达又找到了这种拿，我操，八比七，换位之后啊，让西西去 A 点，不对劲呐，吵起来了。不对劲呐、临场的一个改变，起火了，现在是连推了三分，起火了，我可以灭的嘛，那就灭，把他火灭掉咯，我来吧，来，谁叫我压了 KJ 呢，但是队友的话没有跟，应该还是在家里商量啊，这分要怎么打，回来了，感觉就是 KZ 啊，这边还没有意识到，就是说这个酒吧这边换了一把狙啊，他们要不要就是想一下，这个我们也去针对一下，今天手感不好，找找西西。打了几分了，这怎么就不见西西呢？我一定要灭火，不灭火不行啊。对 A 点确实不太好打，看一下这波中门，小兵一组稳住，做了一个一换一。这个 AK， 这个打 AK 是。蓝门，我操！一换一，蓝门出不出？但这分的话，对于来这个开局对于 KZ 来说的话，就完全可以接受了。这时候打成三打三，主要是这 A 爆点被封了很多烟雾弹，导致这个队友帮的都比较快，对这个蓝门。嗯。中路抓时间差上去了，自己点位也被确定，但是蒋涵这边又有点着急啊。发现中路没有后续，而且西西这边也是 A 大发现跳看了，在白房没发现一点极品，五、哦、这个点我抽了，在漏吗？敢漏吗？是看到了闪身的，啊、在漏，还把火灭了吧？剩了四杠十一，打了一枪腿。那其实十一苏刚刚已经很小心 YF 的牌点了，哎，干嘛不直接拉过去啊，西西？啊，没有玩好。对 ，YF， 看屁股。